全国养牛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吉林养牛胡哥啊。最近好多朋友啊问胡哥关于说咱们母牛配种之后如何看出母牛到底怀没怀孕。今天分享给大家，建议大家双击收藏。第一，母牛配种之后啊，超过三四天没有发情啊。第二啊，母牛性格变得非常温柔，能吃能喝，身体上的毛管发亮。正常母牛的尾巴是盖在水门子上的啊，而怀孕母牛的尾巴是歪在一旁的。在母牛配种31天以后，咱们看母牛的眼睛。如果母牛瞳孔正上方出现3条明显血管，它充盈凸起呈紫红色，这些都是母牛怀孕的表现。咱们也可以用牛专用的啊孕检卡检查牛是否怀孕。麻烦大家给个双击加关注，每晚8点直播，分享养牛技术。